我们是一家从事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今天很有幸来到中国离岸，因为今天这次应该第二次参加，中国离岸的活动了。我觉得受益匪浅。我们也是一个新兴的公司嘛，做高科技、做电动汽车这样的一个企业，也有今天所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考虑，不管海外啊，还是国内啊。上市或者融资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想法，从税收的避免啊，财务方面，包括从一些框架结构，包括组织那一块啊，听到了很多知识量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我是陈晶晶律师，很荣幸可以在上海出席这个盛会，参与的嘉宾很多，来自各行各业，尤其是企业家。我相信今天参会的企业者受益不浅。通过这次盛会，贴切地了解一下境外的利用 BVI 跟开曼，可以让他们可以到国外上市的一个出路，让这么多企业家都认识 Harness， 也让他们知道我们给予他们 BVI 跟开曼法律服务，帮助他们到海外上市，这是主办当局做得非常好的一块。我是京都律师事务所的赵小红，今天这个活动呢，我觉得组织得非常的好，因为所有的这个安排的是深入浅出，而且比较全面，适合我们不同的参会的这些朋友了解不同的信息，而且邀请的这些嘉宾都非常专业。上市其实是一个大家现在都一个非常渴望达到的目标，但是上市是我们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来上市以后的路还非常的长，为了漫长的这个路，我们要给它走好，企业要走向成功，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要非常精心的、仔细的策划安排好。我们参与这样方面的活动其实也是不少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和咱们在市场上非常有信誉的这些最大的一些机构与他们一起合作，那么也希望我们及这样的活动传递给咱们的参加活动的这些朋友是最准确的、最客观的信息。我们中国离岸这样的活动好像一年也就是一次到两次，如果有计划之后我们也可以多互动，因为我是安徽芜湖人嘛，我们上海安徽商会这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包括跟政府的沟通，包括当地每个市啊，下面一些优秀的企业的沟通，我觉得都可以组建这样的真正出去不在上海可能少的峰会，来的可能会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当地做企业做了几十年的一些企业家，大家包括跟政府啊，政府的环境的引导、政策的引导等等方面，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